嗨，我是陆克，今天来分享，这是艾特西挑战第四关的攻略队伍，关卡限制全按，第三格务必要留空，这跟八龙主动机的盘面有关，武装龙克皆非必要，准备好之后就开导吧。硬场这两个小废物要求七次以上，那就是没有技能。队长巴瑞，盘面全消。第二层，光骑走红绿灯，并要求手下全按。战友巴瑞，走红绿灯。第三层一血，光进消，并要求手下六 C。队长巴龙，基层点第二、第四列。一层角色注意步。第三层二血，累计二十按，还有四个角色数地形，以及伤害量五万的反馈。战友巴瑞，战友角色数停地形。第四层能力继承，左边光珠反手交盾，右边要求手交单十字。队长巴瑞，转心十字。第五层手交光追击灵化，光外最少储存光，而且还要转出技无效。战友巴瑞，旁边全消。皇冠一血，手交属性不相同，每回合还会给我们加护珠。队长巴龙，法格恩，再把龙克打爆，照路径转。之后克毒可以啊，点水，低层点第一列两次，照路径转。黄方二血，暗属双十字，并要求十一次以上。法格恩，转暗属双十字。以上就是这次艾特西挑战第四关的攻略队伍。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